胆小鬼。马哥加油，虎哥加油，加油，冲！哇，这个才是更夸张。来，你们好，我们是波涛组合。因为我们要在乐坛掀起波澜，掀起波澜。我是波涛组合里面的波，沈振波，然后我是这个组合的 F man， 我是一个喜欢用音乐来追逐梦境的男孩。谢谢。好。老师们好，同学们好，我是一般的人不会看，看上我的不一般的廖俊涛，一个中年创作歌手，波涛的涛。哇，太会了，更会。老师好，同学们好，我是憋不住五秒自己说东北话的张家园，然后我总把马哲带头撇，然后我是我们队的 F 曼。F 曼 ，F 曼男好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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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组队的时候，我那个余温仍然还在，因为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伙伴。那其实你看他冲上来的那一瞬间，当时我当时就推开了周震南。这边沈振博。廖俊涛，你愿意和我一队吗？我好呀。我要抱下一个兄弟。嗯。他在生活中是个很有趣的人，他是让我来这个节目之后有笑的比较多。他的口头禅就是一直说。让哥哥开心一下，反正就是挺好玩。你说让哥哥开心一下就开心，开心开心一下。我感觉他和我相处和他和别人相处不一样，就会更孩子气吧。他是我见过整个节目组里面最孩子气的，他总让我叫他哥哥，知道吧？博哥，什么？收工，收东西，快来。收呀。我拿两个。我也拿了两个呀。好的，看在我是哥哥的份上，原谅。我们经常晚上边喝可乐，边听就是他爱的歌，我爱的歌。反正就很开心。沈振博就是最吸引我的那个 F man。就后面我们要怎么做编曲呢？我就想比较 jazz 和流行结合那种和弦。好 ，OK。你说前面和弦不要改就行了，副歌和弦改对吧 ？OK。然后我还想铺个和声，人声的和声。OK。中间 solo 想铺一段比较浪漫的感觉。OK， 那没问题。然后我其实想开头加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你还加东西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来一下，你现在东西都没加到最后，什么都加不了。因为我们生活是有默契的，生活里，但是在做音乐上面是有一些理念不是很融合的。你副歌还需要铺管吗？要，当然要副歌。那你得把自己那个录了呀。我是即兴的，那即兴没有意义。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有时候铺和声不会根据。不是，对啊，但是你如果是乐队的话，你不能每次都即兴啊，你得把你的音给确定啊，兄弟。怎么说？我和我的队友对音乐上面，他是一个极度的现实主义者，我是一个幻想主义者，而且我和他都很强势，谁都不让步。你为什么不愿意亲自给他说你的这些看法呢？你俩从改编的水准，包括对音乐的理解，包括原创性，都不是什么问题。问题是你俩自己之间没有合作。我觉得你俩考虑的是这个组合要不要做，如果要做，要解决一些心理的一些问题啊。OK。即使不在一个世界的音乐，就是其实也是有可能的。我觉得拿后天那个演出当一次经历，两个人尽力的去玩，然后看看发生什么，然后再决定下面要不要在一起。
你俩考虑的是这个组合要不要做，如果要做要解决一些心理的一些问题。我就不想弹琴啊，有点崩，我要逃出去玩一会儿。我跟他有摩擦，不像其他组合就可能吵一架，但是我会憋在心里吧，然后一直慢慢慢慢就会很难受，两个人都很难受。你的队友也没来吗？我不知道我的队友哪去了。找不到人。他是不是一个特别容易把内心交得那么快的人，但是作为队长我得回去跟他好好聊聊。你觉得我们真的会分开吗？你不要怕，不要因为现在我不敢说。你有想过我们俩不在一起吗？我想过，就是我是说如果是我真的不敢想。廖俊刀是他很有才华，出道艺人，然后他沟通能力又很强，对我来说其实压力很大，会对自己产生一些怀疑吧。你怀疑我到底喜不喜欢你？就是作为队友的喜欢，你总觉得我不可能不喜欢你，真的是服了。你在想啥呀？你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就是要走下去就一起往前走，不然组在一起有什么意义？大家前面建立感情有什么意义？我觉得有感觉到两个人一起在战斗的感觉，心里会觉得有一位队友就是更加有安全感。听说你今天百米冲刺巨量。对。我们吓一跳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去哪儿，申正萌？你去哪儿啊？你去哪儿？你回来呀、啊！我走了好多时间，他们还没追上来。那也是因为你跑得快，是吧？不是，我最大一个特点就跑得快。听见没？跑得快哈。我们慢慢一点的越来越融合，然后越来越为对方着想。然后对于这首歌来说，比如我想表达我们俩、啊、都是胆小鬼，我自己跟内心那个胆小鬼的一种对话，就一起加油吧。他的爵士弹的一丁点问题没有，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，偏爱手机的音乐，怪得很另类。你很特别，每一个小细节，爱爱爱爱爱。喜欢看你轻轻皱眉，叫我胆小鬼。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责备，对你爱爱爱爱爱。唱歌最好是他。
喜欢看你轻轻皱眉，叫我胆小鬼，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，奇怪的直觉，谢谢。